麦乐宫推行真成功的社区共餐，那是照顾到真济老大人食的问题，嘛开辟了一个菜园，来个老大人家己种菜、家己食，嘛替家己的食安来做把关。一个月前，先种下第一批蔬菜的白条老人花都认定食，经过35天，今仔日总算是会当食到家己种的菜。安心农场的园长就来分享，看到这菜生得这么水，大家都很欢喜，他也开始想说后一次要种什么其他的蔬果了。眼前这片菜园顶面满满的菜，全部拢是白条老人花绿林中者精心种落去的。这经过35天生长的青菜，每一个拢生得真水，看起来真好食款。水无？有喏。安心农场哈，是从3个月开始啊种的啊，我们已经完成了哈。我们可以说这个工作，我们可以有田园呢，直接上厨啊，那个厨房有厨房，直接上桌，我们也达成这个任务了。我们所有的这些住工们呐、啊，以及那个乐龄呢，这参与这个午餐的，大家都非常的高兴啊，能够自己种菜，自己来活动。乐龄中者上外教老、学教老的精神，平常时参加真侪活动，连餐厅的工课，伊嘛做甲真熟手，一点啊拢袂马虎。伊讲吼，甲这个土较悬咧，过去较低的所在。要互跩老人福利啊，食这用叫营养的菜，无怎样个吼，安尼才是过跩对咱地方安尼足好。我们麦乐乡老人会在我们乡长推动的老人福利上面啊、成功的推动了我们麦乐老人会的乐龄学习的乐龄共餐，那么再配合我们台塑跟麦乐乡公所来推动由菜园的公菜直接上我们的这个乐龄的共餐，所以今天的在一个半月以前我们开始种菜，今天总算有点收获，有点收成了。安心农场的种者种到家己要食的菜，那品质够会到，伊嘛会当借机会活动身体，得到真侪好处。如果来遮做吼，做了是真快乐，啊佫兼运动，啊啦，甲去工做主工同款，啊都快乐运动，啊，阮办起来到到咱的厝内吼，拄啊2点钟就甲解决起来，哦，足新鲜的，啊佫足安心的。无农药，佮无迄落无化学肥料。自餐园到餐桌，绿林中者家己种菜，互家己食，安心的饮食由家己把关，因若得到健康，嘛得到真侪快乐。安心农场赞。记者陈威，湖南采访报道。